这一段除了呵呵以外，其余的都可以删掉了。有喜欢的，有喜欢命中的最简单的意思。你把那个换成了最好的结尾，换成了天真如我天涯，就加一个词在后面。对，往结束感觉有。你比方说，如果你要唱《这么甜》，你要把那个音最准确的唱出来。甜哎，对，那么甜哎，就是你不要管后面人唱不唱，因为后面它有很长一段，你要把那个间隙稍微给它填一点。365天能不能？就没加加不进去。你想个办法，把那个十字加进去吧。对着下个365天，这是远处的楼跟两人成为绝句，把背包放在脚尖，我为你而来，好轻松。对着下个365天，对，因为它是 background 嘛，所以为你而来，或者是你赚的更多都可以，我为你而来，不多，压的就是这个，来你自己听一下，和声也 OK， 就是365天那个想要把它凸显出来，因为365天马上就唱365天，主人公要出来了。所以要用这句话把它拖出来。就让我再等久点，我觉得再加词吧。就让我再等久一点点。就让我再等久一点点。哦耶耶耶，好，这是这外国。就让我，它是主要是去填充那个 can I， 对 ，can I， 你是 can I 嘛？但是中文这个让它是软的嘛，它不是那个音嘛？就让那个字的音去填那个的那个音。就让我再等久一点点。然后那个回到梦里一样的节拍，耶，啊，耶，耶，哦，的节拍后面找一个最合适的，或者是耶，不行，太短了，想的就是个 FX， 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要的是那个词唱进去，因为本来你这段就比较感性嘛，从你这段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集合电音的那些那个例子的时候，其实对这个东西很加分的，整个作品，所以你再出来再想一想这歌词吧，旋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和香水，然后再到什么那么那那什么之类的，所有的东西就有很多那种故事线。我去，这个故事讲的哇！不，你就讲你自己的故事，就是你这一路过来的那些故事，比方说一开始盖世爱，到后来的春芽春芽，到后来的香水，然后再到现在这首新春，都是新春，这样的把它连起来，在词里面一点点体现的话，会比较有力度。其实写你自己，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那个没有问题的，而且把你的歌还都宣传一遍。是吗？